乖乖束手就擒，齐云派还能为尊驾养老送终？想收服本座，就凭你们？师妹，妖界之主果然强啊！别说话了，运功调息，保住性命要紧。今日齐云派大劫将至，你们快走吧，将今日之事告知天下。副掌教，你怎么办？今日之祸都是因我而起，洛某只能自行承担。垂死挣扎。师叔，是谁？怎么可能？那是200年了，本座心心念念，就是亲手将剑宗和长虹灌霄，亲手撕成碎片。李师弟，趁现在！贤哥，师父，齐云派这么多分支，有没有想过去别的宗门？为什么要去？我不是已经有师父了吗？剑宗人才凋敝，都没剩几个人了，剑术在江湖上也不出名，继续留在这儿很难出人头地的。那我还是留下吧。为什么？求名求利的人已经够多了，不差我一个，我也志不在此，一定争不过他们。师父说这剑法有用，那我便习着，只要将来世人有需要他的一天，哪怕只能保护一个人。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，英雄起于绝境，说不定你将来能成就一番大事。我不知道做成什么样才算是大事，也对成为英雄毫无兴趣，只想凭手中的长剑护佑他人。你很在乎他吗？李哥哥，不要犹豫，赶紧动手，斩妖除魔，任何牺牲都在所难免。小鱼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你们人类还是这一套说辞。李哥哥，你动手吧，死在你手上我不会怪你。我下不去手。啊，小心身后。师叔。啊！下次本座必灭齐云派满门。可恶，小鱼！今日种种都是我所导致的。师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齐云派是除妖降魔的门派，可偏偏门人却还是肉体凡胎，除了能实现道术之外，与凡人一样需要吃穿用度。你们经受着妖气，令其蛰伏不出，但世人若不知世上真有妖，齐云派只会越来越衰落。所以副掌教便与妖界之主勾结，制造妖物。为了齐云派，我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。然而
与虎谋皮，终遭反噬。今后的齐云派交给你们了。李仙阁是剑宗最后传人，也是消灭妖界的最后希望，务必好好照顾。副长将，副长将，